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为着让民众感受电动竞赛的魅力，光复小处举办大型比赛，并提供总奖金38万，吸引全台选手参加。光复表示，总决赛预计将在7月7-7日进行，到时除了赛事，也会规划复合式游乐园，并邀请知名歌手演唱甲民众活动，邀请大家踊跃参加。哇！你看到这场居然努力扩大比率。婚礼群长张立生带头耍着游戏，为着民众来感受电子竞赛产业的魅力。讲这摆是首次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电子竞赛赛事，而这场赛事的总奖金也达到38万，是吸引着全台真侪选手前来参加。我觉得很刺激的哈，我想啊，年轻人哦，他的活力哈很。很旺盛、哦、所以他必须透过电竞、哦、去抒发很多的情绪跟压力、哦、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产官学能够一起把台湾这一块很有创意，而且软硬体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这个电竞产业能够发扬光大。由婚礼群众这次所举办的电竞派对，也来结合原来的庙宇文化，亲像庙宇的巡回仪式，以及活动的主题曲来加入宗教以及布袋戏等文化，将我们云林县这个宗教文化还有布袋戏的文化，我们都结合在一起啊！不只是我们的主视觉哈啊，用我们这个啊关庙的文化哈、啊，我们的这个啊关将手然后、啊、为我们的主视觉。那同时呢，今年是虎年，那虎年吉祥啊，所以我们呢、啊、也用乌虎啊哈啊这样的吉祥物、啊、来象征着啊大家在这个电竞场上或是在人生的这个啊场上呢都勇于啊挑战哈。婚官修改的电竞派对。中国赛也将在7月9-10日婚礼体育馆来进行，现场除了赛事举办，功夫也来规划复合式的游乐园，并邀请到知名歌手以及歌手和民众来互动。一直到我们7月9-10日就回到我们云林县体育馆，那这里呢举办哈啊这个竞赛哈总决赛，那也结合很多啊这些电竞产业啊。一次让大家看得够了哈，那甚至在地特色的这些啊企业，这些在地的这些美食啊，都要跟大家分享哈啊，这是不用钱哈，而且免费入场哈，那还可以抽奖啊。随着现在时代变化，耍游戏也当有一番的成就，同时也当来作为一份职业。透过婚礼馆长这摆所举办的活动，也希望有更加多人来接受这项产业。记者江怡采访报道。